我们这一周的那个香条啊，就记得我们出发的地点都是会所，其实在会所楼下，因为以往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走，这次是要往这个方向，因为乌来在这个方向，好，所以不要走错地方，在会所的楼下。然后呢，以往我们坐的是大的游览车，那这次呢，因为我们要看到内洞，所以我们是中型的巴士，20人坐的，好，所以等的时候不一直在看那个大游览车，它是比较小一点的，不要看错了。那现在目前大概有七部的这个七部游览车，感谢主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呢又进到这个生命的认识与经历这个系列的第二篇信息啊，弟兄姊妹还记得上一篇信息我们讲的是什么？释放啊，释放，复习一下啊，讲到有三个生命，但是有四个律，还记得吗？啊，我们人有三个生命，在最外面有什么生命？这个肉体的生命啊，然后呢，在里面有魂的生命，然后呢，最里面那个生命是灵啊的生命啊，这有三个生命，那有什么律呢？这个在我们人的肉体里有什么律？罪与死的律啊，然后在心思中有一个律叫做为善的律啊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灵里有什么律？生命之灵的律，这三个律，然后在外面呢还有什么？神的律。那那个顺序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心思中为善的律，想要去遵守外面神的律。当要这样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呢，罪与死的律就发动运行，然后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打开什么开关，不要呢去触动这个肉体的罪与死的律，要打开灵的开关，就是罗马书那里8:2所说的，要借着生命之灵的律，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脱离罪与死的律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，我们不要去触动罪与死的律，要去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，就是常常操练我们的灵。那最近呢，我们公司啊，在这个办这个，叫做身体检查、健康检查。那我们这个系列事实上啊，就是一个生命的健康检查啊，看看呢我们生命里面的组成，那看看我们这个人啊的问题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得救以后，啊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好像里面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是得救以前没有的，因为有一个生命住进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啊，就会以前没什么感觉的事，现在特别有感觉啊，这就对了哈。那这是一个属灵的 X 光来照亮我们，使我们了解说我们里面有什么，我们该活出怎么样的生活。那今天这边的信息呢，叫做我们的生命啊。那主要他会用几处的经节，你看到，是哥罗西、腓立比跟加拉太啊。这几卷书呢，都是圣经中的什么书呢？叫做心脏书啊。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头啊，我们上在交通，一个人若是要让他这个没有生命，很重要的重点，一个就是打他，让他的头灭了啊，这个人就死了；第二个就动他的心脏没有了啊，这个人也死了。那其他的可能都还医得回来，这两个就是很致命的。所以所谓的心脏书啊，就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书籍啊，有四卷书，弟兄姊妹知道是哪四卷吗？加拉太书啊，腓立比书、以弗所书，还有哥罗西书。好，我们常说加弗菲西啊，这四卷书都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底下的时间就郑伟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篇信息，我们的生命。感谢主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这个今天我想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，因为我觉得聚会常常有两个这个难处啊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通常都是往下看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当基文讲话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各位，每个人都是低着头，我们唱诗的时候也都是低着头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低着头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嘴巴通常都是闭起来的啊。等我讲完了，可能已经11:30了啊，然后呢，大家来分享分享，所以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操练一下啊，因为这个信息呢，其实尼兄这个信息呢写的这个纲要应该是本来是基文做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其实这个纲要做得很好，所以我没有改啊，所以很多人也许已经听过这个信息了。那尼修信息也写得很好，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啊，你讲这个我的这个不用讲啊，这个声音好像怪怪的。
在讲说这个题目啊，实在太大了。讲到我们的生命啊，讲到圣经是本生命的书啊，这个不要说讲一次啊，讲一百次也，讲一千次也讲不完啊。这个林庸这个生命读经，不开玩笑，林庸光这个生命读经就是1984篇啊，将近2000篇啊，因为每篇都比我们的信息还要长啊，所以这怎么讲讲不完啊。但是如果你看林庸这篇的信息啊，它有个很特别的附带。好，但是我想说，我们好不好？我们操练看看啊。就是我上次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讲过这个导言背讲。好，我们操练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导读这三节经节啊。我们弟兄姊妹两两导读，我们导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不要是看着这个纸导读啊，最好看着弟兄姊妹导读，好不好？你把这个，如果即使你记不住这个信息啊，你也把这个信息拿高一点。好，你总是看到弟兄姊妹的脸，好不好？你拿高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弟兄姊妹脸。我们面对弟兄姊妹脸，我们来导读啊，甚至我们来对说这个经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操练看看，花5分钟啊，我们把这三节经节啊，好好的享受一下，好好的导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导读的时候脸是转过去的啊，看着弟兄姊妹啊，然后对读啊，对说，好不好？也许我们的灵会敞开一点啊。我先操练操练，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信息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大家。带大家来听这个信息，好不好？先操练看看。那个声音稍微小一点，就是你用铃带声音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组，如果你每个声音都很大，你会听不见彼此的声音，就我们声音可以放小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们。我们的圣地是。Yeah.